这首歌呢，我来讲一下吧。这首歌，这张碟的叫 4 to 6 p.m.， 然后它，我是想，就是每一首都有一个，呀，每一首都有，就是我选歌的出发点是从它是黄昏的概念，然后希望，比如说第一首是开场白，然后 shadow 就是刚才这个演出第一首，就希望是4点到5点的黄昏，这暖的天色就是暖一点的，然后下一首就是没故事的人 noise， 然后它就是5点到6点比较灰蓝色很繁忙的在城市里的，然后你听，如果你顺着听的话，我大概其实这三首歌这三个 track 中间是没有空隙的，没有空隙的，它是一直像时间这样。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第三首是没故事的人，里面有很多环境音是在台北录的，应该会有点亲切感吧。本来我的 demo 的是在香港录的，那些车的 noise， 所以叫 noise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没故事的人，请来，就这样唱。好，哦，对，你看不到他。Thank you.